现在在我的 MV 的专辑概念照的拍摄现场。然后第一套的造型是，就是全都是铆钉，然后包裹住。然后头发呢，给我做的是一个黑长直。对，因为我头发特别短，所以他就给我接了一个黑色的长头发。应该是三套衣服都会差不多是，用这个头发来做造型。因为我这次的这个主打歌是叫做 Stalker， 这次的专辑就是想给大家展示跟表达，就是每一个女孩子，就其实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跟魅力。Stalker 的这首歌呢，其实是还有一些power 啊，力量啊。我不是你的怪，因为现在好多人为什么叫窥探者，也许你也是一个窥探者。现在这个社会每天都有窥探和被窥探。我觉得无论是在人的哪一个年龄的阶段和你人生的哪个阶段，都要自信。当你靠近，当当当，蒙着眼睛，茫茫茫，恐惧心跳，砰砰砰，我是你的什么人？我们把他的 BV 开出来，因为我们直接这个是和声，他会加东西，所以那边我们可以先他现在和声里面的歌词虽然跟我们不一样，但是声部是一样的。我们试着听听看，看长出来的是怎么样。稍微用一个真假声转换试一下。试一下。爱美丽，爱美丽，做自己。凭什么需要你允许？这个好一点。好一点。你反正先试一下。我们等一下先唱一下，如果偏高的话，我们。还有，你帮我做一个简易的。霓虹光夜来香，在熄了我会蒙蒙的雨盖霓裳，怕黑的狼跳舞的响，都荒唐，都漂亮，无人时常。好多了，可以了。